姐，快走啊！娘子。姑娘，请问你，如果如来佛祖的那个神灯的灯芯不见了，上哪儿去买呢？唐僧在哪里？把他交出来，可以免你们死罪，你们两个孽畜。观音姐姐，请你转告玉皇大帝，小僧愿意一命赔一命。神仙，妖怪，谢谢。喂，盘丝洞不要乱闯啊！盘丝洞，你以为我看不懂啊？睡莲洞吗？睡莲洞。不对，盘丝洞这个名字是我起的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是谁啊？至尊宝。至尊宝？谁会起这种名字？干嘛的？山贼。山贼？那你怎么知道盘丝洞啊？这件事情说起来特别的复杂，我还是先走吧。哎，去哪里？我跟你不认识，你能不抓着我？我去救人。你要帮忙吗？不用。很厉害的。我管你厉不厉害，你到底谁呀你？哼！我叫盘丝大仙。盘丝大仙？500年前？你什么时候偷走的？我刚以为你是个好人。偷什么偷？这本来就是我的，还给我！你还敢打我？还给我！还你？这明明是我的东西！我现在郑重宣布，这个山头所有东西都是属于我的，包括你在内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跟你拼了！紫霞，看你往哪儿跑！啊！啊！手下败将，你还没有挨过揍吗？嗯？刚才看你是女人，让你三分，你可别得寸进尺。你们几个不用上，自己来。走。你还挺厉害啊。快走吧。
给我搜。是是。你说你们是不是傻？咱们是神仙，你们有法器的呀！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擅长找人，废物！厉害，果然是成名之仙啊！别感叹了。喂，喂，干嘛呀？看什么？快进啊！这儿挺熟的嘛，你以前来过？来旅游过。旅游？这儿这么荒凉，有什么好玩的？你懂什么？像我们这种做山贼的，不出来多走走，没有点好奇心，还怎么混？哎，你以前真的做山贼的？对，难道我长得不像山贼吗？不太像。那你打没打劫过人？打劫过。自信吗？还行，那你快给我讲讲。这是，哎，好有意思啊！你以后做山贼能不能带上我呀？圣君，我来劈开师门。且慢，他们怎么可能给我们指明躲藏之处？所谓虚虚实实，这里一定是个陷阱。我们抓不住紫霞也就罢了，
如果再这儿再设一劫，今后我们怎么在天庭上混？是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那我们现在撤。 回去了，紫霞仙子，来日方长，我们走着瞧。干嘛？我要出去。再等等，万一他们去而复返呢？你呀。 给我讲做山贼的故事啊！我真的很搞不懂，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神仙，竟然对山贼感兴趣。我好奇嘛。行，那你把眼睛闭上。干嘛呀？我教你做山贼。闭上。喂喂，别动。不。那，你现在呢？ 拿把刀出去，随便找个人架他脖子上，你就说我要抢劫。人家就会觉得，嗯，你是个山贼，然后呢，就可以好好发展了。喂。 你要走了？我不走，待在这儿干什么？我觉得你很面熟，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？相逢何必曾相识，仙子，我确定我们一定是第一次见面。好吧，哎，怎么说呢？我也得谢谢你。算了，你走吧，我不跟你计较。那你呢？我就住在这儿啊。 我是盘丝大仙啊！什么盘丝大盘丝的？这儿明明是水帘洞，却让你改成了盘丝洞，你这叫霸占！霸占又怎么样？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抓住这儿的主人。你走不走？你再不走，没机会了。那你把月光宝盒给我就行。这是我的。 你这么强的月光宝盒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娘子，真的，所以这个宝盒我的。我知道这个宝盒是你的，是我给你，然后你在那个时候交给我，然后呢，我在那个时候拿到了月光宝盒，我回到这个时候，然后呢，我又在这个时候把月光宝盒交给了你，所以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你神经病啊！ 仙子，我求求你行行好，可不可以把月光宝盒还给我？干嘛对你那么好？因为我救过你啊。不要，我还是不能相信你。不过，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啊？我有三副灵铛，都有很强大的法力。 只要啊，我在花果山的三处重要地点设下结界，这个山头啊都会被我控制。不仅可以躲避二郎神的追杀，等六耳猕猴来了，我也更容易对付他。和我有什么关系吗？所以我要你跟我比试一下呀！只要你先系上这个铃铛，就算你赢了，我就可以把月光宝盒借给你。系铃铛。 简单。好啊，那要是你输了，你就要当我的宠物，叫我主人，以后随便听我使唤。<笑>
怎么样，服不服？不服，你是神仙，这不欺负人吗？有本事别用法术，我们靠自己的智慧来取胜，靠智慧。好啊。这是什么？祭坛。祭坛？这是古人祭奠用的，只要你把铃铛先放上去，我就算你赢。来吧，我让你先。放心，我都说了不用法术的。好。 你别反悔啊！你以为那么简单？这个祭坛是古人祭天用的遗迹，是下了咒术的。你这么硬闯当然不行。我不信。 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就不信我收拾不了他。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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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
是八门遁甲，那个是生门的方位，智慧啊，靠智慧！就你这种人，让你死十次你都上不来。
要难过了吗？我们打过赌的，愿赌服输嘛。其实做我们的宠物很轻松的，你平时只要煮煮饭，打扫一下卫生，最多帮我按个摩就好了。那，你如果听话的话呢，把我服侍好了，我也不是不可以把月光宝盒借给你的。真的？嗯。不过，你得先陪我找到齐天大圣。齐天大圣是谁？齐天大圣是跟你有关系吗？是。我警告你啊，别跟着我，别想趁我睡着的时候暗算。完了，至尊宝，明天见。算了，堂堂一斧头帮帮主，算计个女人算什么好汉？明天我要堂堂正正的拿回月光宝盒。站住！你是不是该说点什么？嗯？主人，请慢用。乖，来坐。地上。手。乖，到时候啊，我给你买件新衣服，好让你回去救你娘子啊。乖啊，来。又干什么呀？有什么事吗，主人？把这个去挂到西边的洞里面去。西边的洞多了去了，你让我挂哪一个？你在这儿这么熟悉，你可以自己挑啊。折腾什么玩意儿呢？没瞅着你猪爷我睡觉呢？妖怪！什么玩意儿？你可别撩了，瞎撩什么玩意儿？一会儿肉撩酸了，没法吃了，知道不？我告诉你。我是谁？齐天大圣。你是谁？齐天大圣。齐天大圣正是在下。我长得不像是吧？你要是孙悟空，你这么的，你给我变一个你个哥哥那样，给我变一个。我跟你说，做人要低调。你可别吹了，那赶紧变，来赶紧的，快点的，你要变出来就不吃你了。不错嘛，怎么样啊？厉不厉害？哼，绣花的怎忽悠谁呢？
死肥猪，知道厉害。主人，是我赢了，又不是你赢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刚才差点把他给干了，要不是因为那个棍儿不给力，我跟你说他已经三下五拳直接被我干了。我知道错了。说好了不打脸，别打我。遁术，他应该一直都睡在这儿的，就是被你无意唤醒。不过有我的结在，他进不来的。那你再进去把他抓出来。什么玩意儿？俩欺负一个，我等着有能耐一个一个上，我削死你俩！这大棒削了我，哎呦我天哪！哎呀，我饿死我了，上哪整点吃的去？啊！妈妈，别开玩笑了。小玉，小兰，谁呀、啊？你把这些人怎么了？连玉皇大帝都不认识，明明是受罚，你可倒好，贬下界享福来了。享福？雷公子，不瞒你说，你上一世乃是天庭掌管八万水军的天蓬元帅，因触犯天条才被贬下界。不过，我可以给你提供另外一个选择。
可以让你尽快回到天庭。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听一下？没有。你有没有听清楚啊？武师让你重回天界做神仙。哎呀，我听清楚了，说话干嘛那么大声音啊？首先，我是个无神论者，我根本就不相信你说的话，我觉得你压根就是个骗子。其次，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也没兴趣。有神仙都不当，那你想干什么？教书啊。教书？就凭你？没错。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富强和百姓的知识水平有一定的联系，民智开化，社会才可以进步。所以我每天去到各种不同的地方，给不同的人传授知识，教他们识字。你的意思是你来这儿是给他们上课的？不然来这种地方还干嘛？好，那好，我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，超级伟大。什么任务？保护唐三藏前往西天取经。唐三藏是谁呀？他是如来佛祖的二弟子金蝉子转世，是个得道高僧。他希望前往西天向佛祖求得真经，以化解世人的仇怨。怎么样，够伟大吧？第一，我是个无神论者；第二，他去西天取经干什么呀？化解仇怨呀。我知道啊，不是刚刚你自己讲的吗？你是玉帝。是啊。你是神仙。是啊。既然你真的是神仙的话，你干嘛不去找佛祖把经书借过来了普度众生啊？你还要麻烦一个普通人去到那么远地取经书，你有病啊？你这人明明很简单一件事，让你搞得那么复杂。所以刚刚我跟你讲，知识是多么的重要，文化是多么的重要，没事的时候多读点书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免费送你堂课，好不好？咱们先从多。你给我闭嘴！不会死了吧？啊！哎呀，死人了！死人了！哎呀，快走开！快走开！都让开！都让开！你去跟阎王大声招呼。天蓬下凡是去受罚的，不是去享福的，别老给他开后门，这次要让他吃点苦头。是。来，客官，你要不买就走吧，俺还得做生意养家嘞。那个老鳖爷天蓬元帅呀，俺还玉皇大帝嘞。哼，哼，哎，死人了！快来看看，哎，这死人了！快，来看一下，没人命吧？太白金星，你干嘛吃的？就你们这些酒囊饭袋，天天在我这儿混是吧？要再这样，你给我滚蛋，听见没有？我的天！别紧张，我没有恶意。你有名字吗？朱刚烈。你谁呀？我。如果我说我是玉皇大帝，你信吗？应该的。你就从来没相信过我。从来没相信过你？咱俩见过吗？当然，你每一次转世我都见过你，并且告诉你这些，可是你每一世都不相信我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天我还要再告诉你一次，你原本是天庭掌管八万水军的天蓬元帅，因触犯天条才被贬下界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可以让你重塑功德，尽快回到天界，要不要试试？你等会儿，你刚才说你谁？你玉帝？你咋证明啊？
我要扣减余地。你这么快就相信了？你就不怕我是骗你的？我信，你都说我是神仙了，你当神仙不比当妖精强啊？你现在说啥玩意儿我都相信。聪明，以后谁要是再跟我说猪比人蠢，我就扁他，不打了，我跟你一块削他余地。嗯。这是你前世的武器，今天我把它还给你。我也没想到阎王这次这么狠，直接把你打入了畜生道。我也是很无奈，所以把你封印在了这花果山下。虽说封印解开纯属机缘巧合，但也是你的命数。天蓬，你如果想重回仙班，只有一个选择。啥选择呀？找到一个叫唐三藏的人，拜他为师，护送他一路西天求佛，取回真经。那。开始啊，花果山就是我们盘四大仙的地盘了。如果有谁欺负你，就报我的名号。嗯，怎么不服气呀？你还想不想让月光宝盒救你娘子？小子，既然你是我的人了，给你干招，就像我的驴子一样。早晚有一天你背。一、二、三。你还没有变成孙悟空脱世，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那个给你三颗痣的人。哎，燕青。三颗痣。